蛋糕，蛋糕，好吃的蛋糕，我要买这个，多少钱？哈哈，你买呀，不要钱。哇，太好喽！谢谢，好吃的蛋糕嘞，我想要这个粉色的，请问多少钱？哎呀，你买呀，不要钱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谢谢，谁买蛋糕耶？我要这个橙色的蛋糕，请问多少钱？你买不需要花钱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哎妈呀，还有这好事儿！我要这个蛋糕，亲一口，谢谢。等等等等，10块钱。哎，刚才都不花钱吃蛋糕，凭什么到我就要10块钱？那是我的老婆和孩子，你是谁呀？必须得花钱啊！原来是老婆和孩子，嗨，我没有钱，吃不上蛋糕了。